嘿，你的房间是否和我的一样乱七八糟呢？到处都是东西，你只需要一个得力的帮手，他可以帮你来收拾图画和储物柜。对，这是图画，这是盒子，我把它们结合到一起了，就变成了创意十足的储物柜，非常适合装那些容易弄丢的零碎东西，而且做法呢又非常的简单。首先你需要两个空鞋盒，把它们叠起来，然后用大量的胶带固定。哦，我在这里不能过多的给你们示范，因为我们时间有限，我只能做一些简单的示范。对，一定要用很多的胶带固定才行。看，我在这边贴上一个，然后在这边也需要贴上一个，这个步骤很多。哦，对，它需要很多的胶带。把两个盒子粘在一起，两个盒子中间的接触面就变成了坚固的隔板。现在要让你的储物柜更加的牢靠，用硬纸板把后面、上下和侧面全都包起来，逐一描出柜子的每个面和底部的尺寸。然后我们需要把它剪下来，要和原来的尺寸一样，接着多用一点胶水把它固定住。同样的，我很快的示范给你们看，要用很多的胶水小心稳固的把它贴上去，接着重复这个步骤。我已经在这几面都贴上了双面胶。对，贴上去很不错，应该贴在这里了。对，这是侧面，用胶带把边缘部分固定住，这么一来纸板就会粘得非常牢固了。我很快的给你们示范一次，就像这样贴上去。你可以把所有的接缝都粘住，要尽量粘得整齐一些。当所有的部分都粘好了，用胶带固定好之后，我们一起来看看它会变成什么样子吧。好，它就会变成这个样子，非常漂亮，非常棒。我在接合处用了非常多的胶带，把它贴得很结实，这就是储物柜的基本轮廓了。当然，要让它变成图画和储物柜，你还需要在正面做上一些设计。在硬纸板上要描出柜子的大小，这一步呢，我要用铅笔来画。怎么做呢？首先把它放在这里，对，它的上边缘、侧边、下边缘，对极了。在纸板上标出隔板的位置，只要大概标出记号就可以了。把盒子拿开，连接两端，在中间画上一条线。接下来你要决定图画的主题，你可以随心所欲的画，为你的柜子设计图案。我呢，打算以海滩假期为主题，你可以在上面画上个图案，那样它就能立在柜子的上方了。我呢是这样想的，我想画上一个太阳，对，看起来像是旭日东升，还要让太阳的光线呈放射状，不必画得太工整，这只是底稿而已，很好。下面的图画不能超过底线，否则柜子就站不起来了，但可以往里面画，只要不占用太多柜子里面的空间。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我现在要创作出海滩的景象。没错，你猜到了，这里画了一只螃蟹，还有这儿。对，哦，哈哈，很有意思。还有这里，画出上升的海岸线景色。没错，你猜到了，在这里画上一只螃蟹，还有这里画出上升的海岸线，然后再下降，两边的图案可以向外延伸，中间的部分不要超过太多就可以了。在这里画个水桶和铲子，很好。在这一边呢，画上一棵棕榈树。你不必画得太仔细，可以像这样往下画，不用担心画得不好，因为这只是底稿而已，待一会儿我会涂上颜色。好极了，像我这样画。
都画好了，画完之后把它剪下来，它就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接着用大量的胶带把它贴在盒子上，很好，就像我这么做的。首先像这样先比一下，对，比一下，然后贴上去。你的柜子应该变成了现在这样，一个坚固美观的储物柜完成了，它是用胶带固定的，你自己试试看吧。嗨，大家好，又见面了。我正在做漂亮的图画储物柜，可以用来存放零碎物品，房间里再也不会脏乱不堪了。相信吗？它们都是用鞋盒和硬纸板做成的。如果你还记得上一次我是怎么教你们的，对，试试看，拿两个空鞋盒把它们重叠在一起，然后我们需要把它们粘上，就像我做的一样，用胶布把它们粘好，接着在一张硬纸板上描出柜子的底部形状，剪下来之后把它贴上去，上面、侧面和背面用同样的方法来描，把它们剪下来，用胶水牢牢地贴在原来的位置，这样就做好了一组坚固的柜子。接下来要变成图画储物柜，就需要在大纸板上描出柜子的形状，别忘了标出中间隔板的位置，再画柜子上方和下方的图案，图案可以突出顶端界限，但不要突出太多，注意不能超出柜子的下边缘，否则柜子就立不起来了。做好图案之后把它剪下来，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，然后用胶水或者胶带把它贴在柜子上。为了让你的储物柜变得更加牢固，把乳胶加等量水稀释后涂在柜子上。我们在节目当中用过很多次这种方法，看，就像这样涂上去。把纸巾或者卫生纸沾上胶水，然后贴在柜子上面，把所有的接合处，甚至连底部、背面和里面都要贴满纸巾。对，整个柜子都要贴满，甚至图案的部分也不能例外。看看我是怎么做的，就像这样把它放平。你们可以用纸巾或者卫生纸，不管你用什么，一定要把边缘牢牢地包住，等外面全部覆盖之后把它放到一旁放干。真的很像木头，对吗？很好，我们一起看看最后出来的成品。吼吼，确实非常的不错，它变得非常的坚硬，非常结实，真的很像木头。在上色之前要让图案重现，我再给你们做一次示范，因为薄纸盖住了那些图案。先在下面画上一只螃蟹，画螃蟹很简单，对吗？其他图案用同样的方式来画。哦，非常有意思。好的，画完了，一只螃蟹。我们可以用广告颜料或者是树脂颜料涂颜色。首先我们需要把内部涂成明亮的蓝色，把它当作是海洋或者是天空。我要把整个内部都涂上蓝色，看上去更像专业的作品，就像这样。我首先要把它涂满，全部用到蓝色。等它晾干之后，它会变得非常坚硬。现在呢，我来给树涂上颜色，我来给树枝上色，像这样抹上去，就像我说的那样，等它干了之后可以再用笔来进行修饰。等你把内外整个都涂上颜色之后，它就变成了这个样子。你们看，这就是图画储物柜，它可以收纳所有的零碎作品。把你的太阳镜放进去，上面呢放上一些贝壳，收拾那些你经常弄丢的物品，你的房间会变得很整齐。比如说 CD、 照相机，而且它非常的坚固，你可以把柜子设计成各种你喜欢的样子，比如我们以运动为主题，或者是动物、
对，不一定要用鞋盒，你可以把几个小一点的盒子粘起来做成这种样式。试试看吧，把盒子粘起来，再用混凝纸浆覆盖，做出独特的储物柜来吧。相信自己，你一定能够做到。试试看，图画储物柜。